一禅，你莫不是看眼花了吧？这草原上怎么会？师傅，草原上怎么会有船啊？可能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曾是一片海吧。看样子这艘船不幸沉没海底，时光变迁就流到了现在。哇，这艘船已经这么老了。是啊，穿过千万年的时间洪流，在此刻与你我相遇，也算是种缘分。师傅，你说他不会是在等我们俩吧？说不定哦，在无涯的时间荒野里，不早也不晚，刚巧遇上了，这就是缘分。那一禅和师父也是缘分吗？当然啊，若是一禅早出生几十年，或者师父晚出生几十年，师父就不再是师父，一禅也不再是一禅了。禅不就没师傅了吗？世间万物都置身于缘分编织的大网中，缘分未到，虽历经千劫却不能相遇，缘分到了，在草原上都能等到一艘船。师傅，没关系，若是一禅早出生几十年，师傅晚出生几十年，那一禅就做师傅，师傅就做一禅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就算你这么说，为师也不会高兴的。